嗨，大家好，然后就是我们其实今天我们代表 TBSA， 就是刚刚讲的企划董事会社，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那个 Green Worldly 那个厂商，然后来分享我们的活动洛克传情大使。然后这个活动主要是就是想要让更多人来体验公益旅行，然后达成一个旅游、幸福、公益三个同时达成的一个活动。然后我们现在讲讲我们的故事。然后左上角那个是我们的业主，还有他的老婆。然后他们是在台大相遇，然后到相恋，然后一起到绿岛去打拼的故事。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想到绿岛，就是因为就是有一次跟他朋友们去绿岛玩，然后他觉得那个地方很漂亮，可是他发现那里的机车都是台湾不要的。就是送到那边去，就变成二手机车，然后在那边排放废气，然后他就决定去绿岛实践这个环保的企业，然后并且提供一些体验式的旅游。然后他们有推行那个电动脚踏车，就是跟那里机车不一样，他们就是用电的。然后还有一些低碳旅游的行程。然后最近就是这个月的20号，他们的民宿要开张，然后就跟我们 TBSA 合作，然后办了这个活动。然后 TBSA 其实就是从60几所大专院校选出来的学生，然后我们这个专案总共有8个学生，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跟我们找的合作伙伴，然后还有一些网络平台，然后一起分享，就是帮忙推广这个环保概念，然后还有一些动物保育的活动。然后说到动物保育啊，就是其实在绿岛的寄居蟹，就是他们的家都是一些人类的废弃物，像是保特瓶啊，或者是玻璃瓶之类的。就是因为其实很多去绿岛玩的，但是民众吧，或者是观光客，就是会觉得那里的废垦很漂亮啊，然后就想要带回家做纪念。然后就导致他们没有家。然后这是我们去绿岛长滩的时候，10月份去绿岛长滩的时候，左下角那一张我们是利用电刻笔在螺壳上面刻下编号，然后就是提供就是更好的管理，就是知道他们有没有被寄居蟹换新家换走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那一次长滩，然后有进行了一下活动，就是我们 cosplay， 然后在街上拥抱爱绿岛进行一个 free hugs 活动。